200斤一条的鱼，你们钓过吗？河北这边有一个巨物坑，老板放了好多鲟鱼。今天我就来这里挑战一下，看看我可不可以给它干上来。走了，去找老板。老板，过年好啊！过年好。可以钓鱼吗？现在？现在还没对外开放。啊，我这大老远来的，别让我白跑一趟吗？让我玩会呗。啊，你怎么玩啊？我这里边有大鱼。 我就是挑战你这条大鱼来的。到底你独立操作啊，收你1000条费，1000条费，1000这么贵啊？对。那要不这样，我就赌你今天那条大鱼，如果我钓不到的话，我就给你1000，其他小鱼我都不要，我也不回鱼的。好。但是如果要钓到那条大鱼的话，我给你免票。然后你下次开坑再送我一张免票，好不好？可以。但是你独立操作。 独立操作，必须独立完成。好，走了，去钓鱼盘你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看看我能不能开杆就中一条大鱼。走你。啊！被打到。终于。这什么？鲤鱼？老板，你逗我玩呢？不是鲟鱼坑吗？咋上了个鲤鱼呢？ 这太搞笑了吧！我天哪，开竿第一尾上了一条大鲤鱼，但是这今天真是个弟弟，我的目标是200斤的大鲟鱼，咱们给它放了吧，老板，这个我不要这个，这太小了，漂亮，终于，哇，哈哈，哇，这条真的是大的了，天哪，快点过来，不对，我这是今年第一场钓手竿啊。 太过瘾了，这条鱼，看这力气，估计应该不太大吧。哇，鲟鱼，天哪，鲟鱼，看到没？快，来个超鱼的。对，把它弄上来，把它弄上来。今天的第一条，好朋友们，小鲟鱼，这个我一个手就可以给它拎起来，这也不算，这太小了，我们给它放了吧，放那边去，让我们继续。